侨生活温州探店陈辉鱼圆，今天小侨来到了五马街的著名小吃店陈辉鱼圆，准备来探探这个朴素却又好吃的小店。到了店里之后，小侨就看到店主阿姨在雾气中忙碌。阿姨告诉小侨，店里的食材都是现做的，尤其是鱼丸，都是从碗里现场打出来的。一颗颗鱼丸就这样跳进了滚烫的水里，再煮一会儿就可以成功出锅了。把鱼丸放进撒满香菜和小料的汤里，阿姨就要加上香喷喷的面条了。几个小钢碗排成一排，顺滑的面条下入碗中，一碗香喷喷的鱼丸面就做好了。鱼丸面很清淡，面条挑起来是透亮的，香滑顺口。店里的香蕉水果羹也很好喝，黏黏稠稠，还有喷香的黑芝麻，喝上一口真是幸福极了。蛋打冰淇淋也是一绝，不同于售卖的冰激凌，吃起来非常的醇厚。这家鱼圆店可真是宝藏店铺，有空快来尝尝美味的温州小吃吧。